不是应该剩下20个外吗？他们防御力这么高，我觉得也不会扣太多血。好刺哎、欸，两只激苦力怕，两只苦哦！好力刺怕。激哦！狗在咬他们好忙哦。狗狗快吃肉！狗狗的尾巴。狗狗撑住啊！开始下垂了。嗯？这个应该是汪汪养的吧？卡了卡了卡了，卡住了卡住了，顺你。嗯？隔壁的头飘在旁边。什么？隔壁的头？他就算打排位也要观察。他还在，他就是不上塔。他们两个都不上来。所以他们到底在打什么的排位啊？应该是猫战吧。我猜的。对啊。再去问一下。嗯。你去看折兵台啊，听他在讲什么，知道了。不也说不定他是用模拟器玩，他停顿的时候是切市场。快要80分钟了，现在在干嘛？有他，有他，这一届怎么一堆人鱼骨啊？好问题呢？欸、会吗？还好吧。很多人都跑出鱼骨。看看。DM， 只传讯息给队友看，有这种功能哦。有哦。按 T 斜线 TM。就 party 啊，传同队，测试测试，有喂、欸，不知道瑶看不看得到 ？TM， 瑶你打瑶，你看得到我讲话？队伍讯息，哎呦，加油加油，发光了！好了，我可以拔掉那个了。不理我，这个过分的。他说不定在，哦、在排位，就玩那么多排位啊，单排位呢？他这里是在那个哎、欸、边界外 ，case 外往，他正在往边界里面挖，有对，他应该是这一届鱼城吧最多的人，刚。黄的，依旧是黄的。这里有一个被扫过的一那个僵尸块砖。这个没有被扫过，可是为什么这个深块砖里面没有箱子？好问题。是因为是被扫过的箱子拿走，是因为人离开那个深块砖，所以深块砖不会动吗？应该吧。打 bingo， 哎、欸，发亮之后可以看到的范围也太远，虽然有一些都变成一小坨一小坨。又啥？这里是灯，
喝绿茶。噔噔。没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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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。他们还做了一个黄装备在那边说这是月亮。感谢雷雷乐乐。你是雷雷还是乐乐啊？等一下。啊，那个叫人他怎么会被就直接消失了？圈圈开始说啦。等你们快做点事啊，你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上面很尴尬、啊。等说圈啊，等说圈之后就会有很多事情发生。快，反正圈已经在说了。快，这个时候不管是地底还是地表的人都要跑。你们再不跑，你们还跑？你们跑啊！你们不要这样子跑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蓝的，两只蓝的也跑上来了，他们刷了不知道刷了多少箭子还是什么，我完全忘记有蓝的这回事了。现在晃的有点稍微往他那边靠了，有点距离，要掰了吗？蓝的想骑马，慢慢骑马嘛，慢慢慢慢慢。说马超粗，超长，超马会马拉长啊。慢，越在下来，给我下来。臭。他们有刷到马鞍吗？骑、好玩的吧。有啊，你知道你现在有发光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有马。哦，还有装甲，一定是那骷髅神怪在里面给。他要被挤死了哦。控下扳机，弩。啊？什么弩？他们有那么多箭，他们有那么多箭矢，做个弩出来也不会怎么样。知道有没有附到什么恶心的魔、啊？穿刺啊，穿透。哇，好恐怖啊！骑着马，然后拿着弩。哇，放风筝啊！说实在，骑马还蛮难射到人的吧？我在干嘛？射到马？视角看吗？理论上可行哎。跑去尿尿了吧？瑶的话在那边闻死的啊！如果有人来，那他早晚也是。他应该还记得现在是发光吧？不是，他看的位置是完全不知道看什么的。我附身过了。不是啊，他没必要蹲着啊，一定是忘记已经开始发光。他跑去尿尿了啦，就习惯性的下去温泱泱就知道他在干嘛了、啊。吧？哎，你们家瑶在干嘛？啊，瑶吗？他在躲黄队吧？没有。嗯？嗯？他不是不动了、在这里。你附身他就知道啊。他也在打排位赛。怎样？我附身他。我附身他怎么？下面到底看他位置在干嘛？像我是这么多人在玩、啊，不是啊？就是、他在干嘛、啊？不是排位打不打那么久啊？他这是在干嘛、啊？你说瑶吗？他在躲黄队吧？没有，早就跑走了，跑超远的好吗？哇塞！边界要输了，他在打排位了，他在打排位啦！啊？谁可以打？
突然好安静哦，大家都跑去看泽平哦，都跑下去了啊，然后也不知道那两个为什么不下来，然后变成三个啊。泽平到底在那边到底在做什么？也没有聊什么啊，变得聊的天是洋洋跟酱油在聊啦。啊，断线了。那么久还没打起来啊，那里已经变另外一个世界了，楼下已经组成一个小团体了。对啊，你看你在做什么？他们是组成一个小圈圈，酱油跟洋洋吧，组成一个小圈圈。不是，那个离开游戏之后好像没有回来了。哇，结果这个记录档都坏档，有没有？完了，他回来要死在边界外了，没有，完蛋了，哇，好可怜，可惜，好像很长的电脑，偶尔关一下就整个大死爆死哎、欸，他每次什么东西出问题都是电脑关了之后就会直接死掉，这说的速度真是贼快。我们瑶已经没望了，亏他还撑那么久。活是活下来，可是死了。嗯，死了还算什么？活下来就死了。都用声乐吐了。嗯，好多狗哦，两只，三只。这边还有马。我们可以给这一届瑶颁一个最佳单机。如果他不小心断线断到，如果剩下就是到最后面才回来，很难吧？因为除非最后到第二个人，他有办法死掉啊。这样有办法给他算第二名？我们可以算第二名吗？可以耶。不行啦。说不定哦，毕竟。就是、他回来还有一点血量被边界夹死，你要想想看，搞不好他现在很努力在抢救啊，我的队还在等我夺冠，不行。对，他现在有谁还记得他现在原本的灵体？我知道，我去找原本的。但他消失前的灵体人在哪？有没有在边界外啊？边界外啦，早就在外了。边界外了，我刚刚都讲了，他已经回来就直接死了。尴尬，定死的、啊，所以我才说，除非第二个晚点回来，直接死啊。传讯息啊！你说你大五分钟后再回来就好了。我说你回来，你再连线。你先问他你怎样了？快连回来了吗？等一下再回来。网路不稳定。可是他跟泱泱不是在同一个工作室吗？难道网路还分开、啊？同一个 啊，就是隔壁已死。糟了，我们的第二名没忘了。原来是电脑坏掉，不是网路问题。第二名没希望了。你看我们队的，直接被踢了。蓝队，蓝队，我怎么看到蓝队瞬移啊？骑马。人家蓝紫黄三队。这种村庄没有发生雨那个啊，知道吗？突袭。已经很久没看到遇到村庄图，他干嘛不射？现在随时都可以打，居然还在打兔子，还有那么多只。我们现在估计是人手两个月饼。打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吃月饼。哎呀，看到紫队就心痛，我要走了。为什么？拜托你们不要对蓝的出手啊！哦，他们动手啦！这边在坏人。他们对谁动手啊？紫的刚刚对那个蓝的射了两下吧。紫的不打蓝的，黄的就要来打紫。黄的。他在观战啊，
来收集见识。然后黄的在偷偷靠近啊，然后现在紫的好像只想还是得要往那个圈内走啊，蓝的现在在圈外。紫，我卡，那个啊卡，哦，月饼换绝体，哦，紫的现在是完全在圈外。这个骑马射箭到底有没有搞头？哦，高机动！哦，黄色要去打那个蓝的。高机动，骑马射箭。看到谁？黄的跟紫的跟蓝的三个又不打。这是那个还是怎样？是不是看到云月卡在那边不动？哦那个、我只看到云月站在天上，然后拿着矛，拿着弩在射。哎呀，紫队居然还敢使出友好蹲蹲。